姆，看在我抽知更鸟用尽心血还大保底的份上，你就帮我这一次吧。好好好，我就帮你这一次吧。阿姆最好了，来亲亲。别提了别提了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妹妹，你坐在此地不要走动，哥哥去买点炸鸡。好的，哥哥记得多买点鸡翅。这里就是星穹列车了，有人在吗？那边的知更鸟呀、开拓者，你这是？哦，我的知更鸟小姐，欢迎来到列车做客。累了吧？要不要来我这躺一躺啊？躺过的人都说很舒服的哦。之前没有好好打量过开拓者小姐，这么一看也是风韵犹存嘛，朱唇玉齿，还有这双健美又充满弹性的大腿，躺下去会不会真的很舒服呢？听说知更鸟小姐是歌手，在下正好略懂音律，就为知更鸟小姐献唱一首吧。没想到开拓者还多才多艺呢，开拓者你也会唱歌吗？略懂略懂。帕姆，按计划来，放原唱。好好好，就知道你要假唱，就帮你这一次吧。是在对口型活跃气氛吗？我也得给他鼓励才好呢。开拓者好厉害呢，好厉害，开拓者，好棒啊！假唱来糊弄女孩子怎么行？本列车长要出手了，看我切割！如果开拓者想唱歌的话，我可以教你哦。唱得不好听不可怕，怕的是没有面对真实的勇气。哇，是女神吗？好想和她结婚！来，咱俩这就进屋练习。啊，现在吗？好啊，正好现在哥哥也没回来。想弄巧成拙了吧？有没有搞错？你们这里居然不卖炸鸡？你们那么大一个店，莫不是在消遣我？鸡翅膀男孩，没有就是没有，再吵就把你。